助眠法宝超荒糖有效的关键是这点，失眠睡不好敲呀，3到5秒敲一次，还要配合一杯菊花。我以为他要说蜂蜜柠檬，大概半个小时以内就会入睡。看似荒唐哦，其实理论上是有效，可是要有效。最重要就是要放松心情。菊花茶的话，它是有清肝的作用，是可以喝那个黄色的菊花。哦，这真的有效哎！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东森超市33频道。